位于福冈近郊的柳川，离市中心不用90分钟车程，这里就好像九州版的威尼斯一样。游客来到最喜欢就是坐船游水乡，下船之后一定要来这间元祖本吉屋。1681年开业至今，柳川第一盒蒸笼鳗鱼饭就是来自这间店。最特别是将鳗鱼先烧后蒸，师傅用炭火将也满秘制酱汁的鳗鱼烧到全熟，再放入桧木蒸笼和加了酱油的蒸饭一起蒸焗，等饭粒吸收了鱼油的精华，比蒲烧多很多功夫的。鳗鱼不算厚身，但胜在外层焦脆，肉质软淋嫩滑，还有脆口的鳗鱼条做小食。虽然吃完个蒸笼鳗鱼很满足，不过甜品就是装在另一个位，记得认住门口这对学童石像啦。这间超人气冰果专门店卖自家制的雪糕雪条，必试试我制的水果雪条，还有联成不同品牌推出的羊筋和苏打特别口味。我就觉得香蕉雪糕最出色，用自家种植的香蕉整成，每啖都好像吃紧香蕉蓉咁，冰冻细滑。坐在用餐区，还可以欣赏到每年二至四月柳川当地人为女儿节挂上的布偶吊饰。店里面的布偶都是嫲嫲为店主个女亲手缝制，祈求孙女健康长大，好有意思噶。